大家好，我是 Ellie， 欢迎收看 Mood Talk。 很开心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是受到行内肯定的美术指导、导演、艺术家，最近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到可以拍成一出电影，他就是张蚊，我们一起跟他聊聊天吧。我们知道颜色在你美术哲学里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啦，我想问一下你在设计的过程里面怎样跟其他电影岗位去配合、去沟通、去玩颜色这个元素呢？是啊，的确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我想为什么这么重要，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颜色是对我来说，其实 在小时候读艺术的时候都会我记得有个 project 是我去看一些颜色的心理学啊，去做了一个红色的房出来，因为那人看到说、原来红色是人类对红色是第最快有反应的一个颜色啦。咁嗰陣我就做咗一個紅色嘅空間，咁去做嗰個 artwork 啦。咁所以慢慢我唔知由幾時開始，我覺得一個畫面嘅顏色係製造一個氣氛最重要嘅元素之一啦。咁當然仲有燈光啦、質感啦各樣。咁但是那個燈光質感是燈光是一定要跟攝影師去溝通配合啦。顏色是可以控制嘛。但控制，所謂控制啦，是尤其是在一些沒什麼 budget 的電影啦，多數都是找實景啦，又怎樣控制到顏色呢？來個實景製片部找了給我們，我們選了就用的了嘛。咁 through 咁多年，我因為做好多香港嘅電影啦，就都比較預算比較低，咁就慢慢就自己用一啲方法去，我哋冇 budget 或者冇錢去 team 嘢嘅時候，我哋點樣喺一個實景度攞走啲嘢，而去都做到嗰個我想要嗰個通咯。咁好多時我會美術同服裝一起做嘅原因咧，就係、我可以 balance 喺畫面，即係每一個鏡頭嘅顏色嘅分配。即係例如我而家做緊部電影，我係定咗個色通係藍色為主，然後可能會有粉紅色、黃色去break 一 break 嗰個冷嘅，咁所以我個色通設定咗喺度啦。咁呢個遊戲我就要諗啦，喺呢部電影嘅每一個鏡頭，我點樣 balance 個我想要多啲藍色，然後少量呢啲粉紅色、黃色。咁當我好似今日我製片俾咗個景我睇，我發覺啊，佢係 warm tone 全部都係啡啡黃黃嘅，咁。當我拍嗰場戲嘅時候，我點樣去添翻啲藍色同粉紅色落去啊？咁除咗我可以喺演員嘅服裝嗰度，因為我哋拍戲係成日都要拍個演員啦，咁個演員係最大範圍，然後可能個景就係個背景啦。咁所以變咗我只要俾藍色衫個演員著，咁我個背景係啡啡黃黃。咁然後可能我女仔嗰度俾翻個粉色衫、粉紅色佢。咁然後即係點樣鏡頭再配合，或者層次上我可能會添一盞藍燈定乜嘢，即係好多依啲唔同嘅調整都可以做到我心目中嗰個色咯。咁但係喺整部戲嚟講啦，你個個畫面都係咁樣藍色粉紅色又唔得噶嘛。咁啊整部戲嚟講喺90分鐘裏面，我可能有啲咩重要嘅場口係俾人感覺到嗰一個通係屬於嗰個世界啦，咁亦都會可能喺一啲電影嘅開心啲嘅位度用翻個鮮啲嘅藍色啦，然後喺可能sad 嘅位或者係恐怖嘅位會用一個沉啲嘅藍色啦，即係好多依啲方法去玩去表達咯。咁另外一個例子就係當年拍《空手道》嘅時候咧，咁我都
即係個遊戲設定咗係要走藍色啦。咁原因係我即係導演好想拍一部好日本嘅電影。咁我哋發現即係一個空手道嘅道場係全部都係用木去做啦。咁而佢俾我想要嘅 reference 都係全部都係啡啡黃黃啦。咁我就想嗰個 warm 嘅氣氛就用一個啡色嘅調去做，咁然後會帶一個棗紅色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依個 warm 嘅氣氛同藍色係好大 contrast， 而我想好完美咁樣成部電影都係下一個感覺。咁就同個部門傾咗，喂，如果可以嘅，盡量配合走藍色咁。咁其實咧，即係中間都會有好多開頭我記得頭幾日拍攝咧，有一啲位置我可能導演已經開始啦，我哋action， 咁我突然間發現到畫面有一嚿藍色嘢，我就唔好意思，等等，咁我即刻衝去又攞走佢。咁有啲長毛好奇怪，啲長毛正常佢哋唔會跟籌備噶嘛，所以佢哋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然後就係知道，哇！呢班人總之見藍色就要即刻走嘅，咁奇怪。跟住拍街又係啦，你離遠見到咁點算咧？咁但係慢慢隔咗幾日咧，其實長記開頭都唔係好了解嘅。咁跟住佢隔咗幾日同我講話，我終於明白點解你走藍色走得咁準。我咦，點解你突然間明白？跟住佢就俾我睇啲連戲相，因為佢哋每日拍攝都要影低啲道具係點啊，層次係點，即係所謂連戲相啦。咁佢就睇緊本相簿嘅時候，就見到所有嘢都係一個色系嚇，咁佢就明白。咁然後喺街就係啲有一日有個長毛同我講。乜你真的咁憎藍色咩？即係佢以為我是自己 personal 好唔中意嗰個色，然後要走。咁我唔緊要啦，遲啲你慢慢再解釋俾你聽。咁喺街道，例如香港嘅街道啦，嗰啲路牌都係藍色噶嘛。例如一啲個天係藍色啦，你點樣比？咁去到呢啲位咧，其實我覺得唔使執著到即係咁執著要一點，但係因為我原意係咩咧？我原意係盡量去減到成部戲變成一個通啊嘛。咁但係當你個戲已經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嗰啲一兩下嘅藍色又有咩所謂咧？即係所以其實唔係話要好處女座嘅完美主義，即係所有藍色都唔可以要咁，唔係咯，而係個目的係點我哋。達到了就 OK 了。然後都有一兩個鏡頭是例如 Steffi 她在一個街灣仔有很多個檔口那些那條路上行呢神氣那陣，那個檔口又真的很多藍色檔，這個我就真的在後期 color grading 調走了，就變成紫色。咁嗰個我就覺得，因為佢個比例上太多啦，咁就要走。但係輕輕少量或者你合理嘅香港啲街道係真係個路牌一定係藍噶嘛，你改佢冇好處噶嘛。咁呢啲我就唔會執著。咁我以為點解同我實物見到唔同咧？我以為你哋係即場遊咗人哋個檔口。哦，你知道嗰度喺邊度啊？灣仔嗰度。睇得好細。咁又想你講解一下美術指導可以點樣幫助劇情嘅推進啦，同埋點樣加強人物角色嘅性格呢？咁我哋又可以講下趣事啊。我諗我哋平時收到劇本啦，咁有好多時喺劇本上面未必睇到一啲。好，即係個角色嘅 background 嘅。咁但係有時我哋好需要呢啲佢嘅 background 先創造到，例如佢住嗰間屋係點啦，佢個人係咩 taste 噶啦。咁當我哋需要知道或者去 build up 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就係 through 同導演好多溝通，即係。我想导演他一路写个剧本或者一路筹备一部电影那么久，他一定已经有一个人物在他脑里面。
咁我會需要不斷同佢傾偈，去的佢，我好想即係佢講多啲，或者去表達多啲，究竟佢心目中個人係點？因為每個人會諗嘅都唔同。我睇個劇本，我吸收到一樣嘢。咁但係依部戲係佢即係我係幫佢 execute 依部電影嘅時候，我必須要知道佢心目中佢係點。咁而下一步有時有啲嘢可能未必諗得咁，即係電影 show 唔到出嚟嘅，可能導演未必會諗到咁遠嘅嘢，我哋就會一起去度咯。咁例如這個人我需要俾多樣興趣，俾多樣嗜好佢，我先可以襯到佢間屋有嗰個豐富嘅。可能我想佢間屋好凌亂嘅，咁但係佢一個好亂執嘢嘅人，咁佢嗰啲亂係咩咧？佢間屋擺啲咩令到佢好亂咧？咁我哋都要去創作咯。咁所以會好多時候，我會即係幾享受去即係以創作呢個假嘅人係即係當然係要配合個劇情點樣幫助到係啊、那個故仔啦。咁有冇可以翠絲嘅例子可以講下咧？翠絲係一部好，其實因為姜浩文個角色好 heavy 啊，係啊，咁亦都好多變化啦。佢我諗我 involve 最大嘅關於佢個角色嘅變化係佢個閣樓啦，係一個小小嘅。佢嘅小宇宙啦，即系 before 佢去面對自己嘅問題之前，咁開頭即系導演我揾咗個加眼鏡鋪咧，其實本身嗰度真係有個閣樓，咁但系就冇可能拍攝嘅，因為佢哋爬到上去咧，嗰塞滿曬貨，然後上面企唔到人啦，咁所以機器係上唔到去。咁我哋就諗一個方法啊，會唔會可以喺一個另外一個地方 cheat 啦？咁而呢個地方本來我印象中導演唔係好大 concern 嗰度係，即係佢覺得啊閣樓擺貨都係一個擺貨嘅地方啦。咁可能佢有張 office 嘅台，佢會喺嗰度辦公處理文件咁。咁會有個洗手間，佢會去每日換翻佢嘅內衣褲。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個地方係佢唯一能夠面對自己嘅世界啦。咁可能佢一生人打工或者揾錢都係為咗救家庭啦，為咗其他人啦，佢冇為過自己好多嘢啦，所以佢自己都係收埋。咁所以我更加覺得呢一個閣樓係對呢部電影對佢嚟講係好重要。係啦，咁所以我哋嗰陣就喺一個天台屋，現實一間天台屋，係一個鐵皮嘅屋嘅房啦，係啊。咁就將佢改建變成而家嘅閣樓。咁其實我哋淨係用一個窗同嗰度門啫，其他都係再搭過嘅嚇，即係成間連個廁所都係假啦。廁所個氣好似唔係好多 ，end up cut 咗。咁但係就依、這個空間我要營造佢係同樓下眼鏡鋪開咗咁耐啦，都係可能三十幾四十年。咁要有歷史嘅痕跡啦。咁我哋又唔多錢啦，所以又要諗。那埲牆怎樣去做那個質感，而又做到好像很舊，亦都有一個 texture 是我沒錢黏牆紙嘛，即是我們很喜歡黏牆，因為牆紙很多凹凸的質感，亦都很多選擇，那要再做舊，但是那部戲又沒什麼錢，那我們就想到不如用借渣板，借渣板很便宜嘛，即是木材裡面最便宜的一種，那它又有凹凸的效果啦。咁我哋就將佢油咗個深綠色，然後再噴舊啦。咁其實每次我哋做一個景最用得最多人工同時間都係做舊咯嚇。咁可能一埲牆我哋會做六七浸嘅 layer 先做到而家你畫面見到個效果。咁仲要好多道具會。用力去磨牆啦，磨夠佢啊，咁所以佢個閣樓係建立佢個角色嘅最即係我覺得比較 strong 嘅一個景。